你是谁啊？是你呀，于大，你拿着吧，谢谢啊。周恩赐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哎哎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孩，但我发现。 你也会有你的脆弱，有时候也会胆小，但是我觉得，跟我走，这样挺好的，因为我就可以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。 我希望可以考上北京的大学，和李美欣一起。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北京上大学，一起做很多事情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来，哥。有请我们幸运观众。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吗？我对不起。 我其实就是想对今天跟我一起来的那个女孩说，我希望她永远开心、快乐。